好，来，我说你怎样把它加进你的 toolbar。OK， 这边你来到你找到的 cell plus 之后，你这边就可以 add to home。啊 ，add 然后 add to add extension。啊 ，OK， 它加了，啊，它加了，它可能第啊，因为 by default 它是看不到的，所以按这个出来，然后你点一下这个，啊，把它并在 toolbar 上。那么它就出现了，啊 ，OK， 谢谢。